有点少。对，再两个。380也是有点少。嗯。你们需要用那个冰枕吗？好啊，蛋糖的味道，蜜糖糖的。嗯、好啊，那我们把它装冰箱好了。好啊好啊，等一下我给你那个。好啊，糖箱就当水蒸气。嗯。血压有点太低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还是我。还是我放过去。嗯嗯嗯，我量你另外一只手好了。嗯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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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量。手术的时候有输血吗？手术我记得是没有的，帮你去确认。哦，还帮我再看看。阿佩，帮我多深呼吸一下，现在血压只有80，正常要95以上。1046还是比较低一点。嗯。持续深呼吸。好，没关系。